请就坐。好，各位长官、各位来宾，大家早安。那么欢迎参加我们台铁局的营运安全处的揭牌典礼。那么首先呢，当然我们就要欢迎我们台铁局大家长张正元局长来上前为我们说几句话。好，那我们掌声来欢迎张局长。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早。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拨空来参加我们营运安全处的揭牌典礼。那我们1021的普悠玛事故之后，其实我们台铁局一直在检讨啊。那针对安全的项目呢，我们责无旁贷啊，那希望能做到更好。那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负责安全的组织。过去呢，我们是由行车保安委员会啊，那它是一个任务编组，那它也是一个兼职的单位啊，大部分的人员都是兼职啊。那我们认为这样子的方式呢，可能没有办法来负担这么重要的工作。那第二个呢，过去的行车保安委员会呢，它是以事故调查为主。那未来我们的这个营运安全处呢，我们希望它的工作项目呢，是以预防为主，那整个的一个安全的工作能够落实，我们朝预防的方式来做。那第三个呢，我们未来的营运安全处呢，也会配合三级制的一个事故的一个调查，我们要做初级的一个事故调查。到前面了，收不到。那第二级呢，就是在铁道局，铁道局是我们的监理单位。它也会有一个调查的一个程序。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即将要成立的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啊，那这是我们行政院所成立的啊。那这个单位呢，就是我们整个未来陆海空的重大事故呢，都会到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去调查。那所以我们未来整个营运安全处的成立呢，非常的重要啊。那所以我想我们的未来呢，就从这个方向呢，三个方向来努力。那我们从今天挂牌之后呢，我们所有的主管我们都是陆续到位。那未来呢，它是一个36个人的一个单位啊，这个专人来负责台铁所有的营运跟行车安全。好，我想这个单位的责任呢，非常的重大。我们特别把这样重大的责任呢，交代给我们台铁局非常资深也非常优秀的主管啊。我也借这个机会来介绍一下我们营运安全处的处长陈世奇陈处长。他担任过我们台铁的专案工程的处长、公务处的处长、奥安室主任，还有副总工程师啊。那目前是副总工程师啊，来专任我们营运安全处的处长。第二位我介绍我们的林副处长林景山。林景山副处长呢是现任的运务处的副处长，也担任过高雄段的段长啊。台中运务段副段长，台中站的站长啊，劳安室的主任啊，等等工作啊，那也是在运务单位呢负责我们的行车安全的工作。那第三位要介绍是李坤光啊副处长。李副处长是我们现任防护团的总干事啊。那未来呢，我们把行车保安委员会跟防护团这两个单位结合成为营运安全处，那也请李总干事来担任我们第一任的副处长李副处长的这个经历呢也非常的丰富他担任现任的行政处的副处长，那参与总所的经理那也是现场的经验非常的丰富。
那还有我们有几位科长啊，在四位科长啊，那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的这个专任的干部。我想科长也上来哈。我想我们今天这是我们台铁改革呢啊，今天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那也是我们具体行动的表现啊。那我们透过营运安全处的成立，那我们希望呢能够未来呢啊能够配合 SMS 就是安全管理系统啊，能够逐步的推动，务必能够达到落实行车安全、营运安全的一个目标啊，在这边呢跟各位媒体做一个报告，然后也勉励我们的同仁啊，以安全啊作为第一要务，务必要提供我们旅客一条安全回家的路啊，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局长勉励。那当然，我们媒体朋友想捕捉这个画面，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局长以及我们所有的处长跟副处长来，我们上前，我们来捕一下这个画面，好不好？来。好，我们代表呢，我们的营运安全处呢，即将在这个四大的这个工作项目，包括我们预防、调查、考核跟灾防之下，来，好，我们大家举高一点哈，那处高一点，营那营低一点，处蛋糕一点，处蛋糕，哎，那个林副处，你的手要高一点，好，处，对，好。那我们是不是一起看，邱长官一起看一下前方设计，以及到我们也请我们现场的朋友帮我们这个新的团队给予他们一个最加油打气的一个鼓掌，好不好？来，掌声欢迎。好，我们请所有的长官，我们看一下右前方，我们右前方的这些媒体朋友来捕捉一下画面。好，我们再请所有的长官来看一下左前方，我们看一下左前方。好，我们再回到中间。好，谢谢。那我们谢谢所有长官。那我们先请我们所有长官先行回座。那我们紧接着呢，将要来进行我们的这个营运安全处的一个介绍。那当然，如同我们刚刚局长的功能所说的，我们这一。